阿波，嗯，光头起床，我们要出门了，在5分钟我们就要牵车了。饭团好了吗？本丸，有给暖。怎么样？哦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戴帽子啊？你不戴帽子不行吗？进公司。下雨了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讲，今天是一个突发性的。昨天晚上在忙，我们今天想要去基隆那一带看看有得吃，然后又有海水可以玩，顺便测测看使用这一台拍 vlog 的话效果是如何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出来没多久下雨嘞，一走出来就马上下。不是，我觉得有很大的误解啊。所以今天整支影片你们看到的所有内容，我都是会用这一台 Osmo Action 拍出来的。这是怎样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个雨。然后呢？怎么办？没有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波哥，先罚三杯。先罚。哇，你在干什么？出来啊！哦。往那个方向走，雨超级霹雳无敌大，大到有一点觉得已经到浩劫的程度了。阿波讲说这里基隆有一间东北面食馆的牛肉面很好吃，可是那个地方在非常的闹区里面，已经在那个什么，已经在基隆夜市的旁边了，所以在这边有点难找停车位。好险运气好，刚好遇到一个。哇，这个雨量太痛苦了吧！然后里面就是庙口夜市。好了，费尽千辛万苦，三爷买了，我本奖到了东北面食馆。阿波最棒的，我全心全意的相信阿波。只有阿波买单的时候，他才是我最棒的。这个多少钱啊？40块。哦，这一份哦，这一份40块。好大。这是 iPhone 7。哦，iPhone 7。不好意思，你点什么东西？什么霸四级牛魔王？真的是，这是小碗吗 ？iPhone 来 ，iPhone 再来一次。这个是 iPhone， 这个是牛。不要掉进去，我笑死。笑死。然后刚刚有确认过，这个是小碗。小碗非常的惊人，然后你的是辣香，然后我的是，很觉得很好吃哦。然后我的是牛腩跟牛肚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我刚刚加点的这个饼，刚刚罗伊有帮我拍，我以为只是饼而已，很小份，结果这两大条是怎么回事？你干嘛啦？你酸菜魔王哦。里面有加糯米椒，就是绿色的辣椒，超好吃。真假的？对，这个酱好吃。辣酱再来一点，那个超好吃哎！这是芝麻还是什么？没有，就是炒辣酱。真的吗？这超好吃的哎！这个有一点甜哎。这个饼干哦。为了这个辣酱着迷了我。然后给各位近看一下我的牛腩、牛肚。它那个辣是很爽，可是我被辣到喉咙。辣吗？不会，它完全不辣。来看一下，你的里面有什么？牛筋、牛肚，我看到了。牛筋、牛肉、牛肉，还有什么？牛腩哦。哦，所以你的牛腩是牛肉。好、哦，所以你的大四喜就是这四个。没错，看着辣香就是纯粹的牛肉面，只是辣的。有小鱼干跟糯米椒，你觉得很好吃？好，我等一下好想吃这个，我在吃。那、啊、这个要直接拿起来吃，还是他会不会帮我剪呢？很恐怖啊！来这边这个是什么饼来的去了、啊？我都忘了，超大的。然后这个卷饼里面全部都是那个，就是这是什么、啊？葱对不对？对，里面全部都是葱，然后有加他自己的酱。他这个卷饼40块这样一大份，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。好啊，好吃。这个卷饼其实还蛮好吃的，
它有点甜味。要不你们喝喝看，我的汤有甜味。这牛肉汤很神奇，它牛肉汤有一点甜哎。我以为我把肉捞完了，然后每次捞一捞，里面怎么还有肉的？海岛菜啊，这饼有点外带。晚上工作我就吃，当外带，我当兵找很好。哦，吃不下了。哇，吃不下了，我已经吃很多了，还剩这么多。真是暴殄天物。可是我真的吃不下哎，这边分量好大份哦。我吃，你吃啊？我不是因为想吃才吃，要不然呢？我是因为不想浪费。嗯，你看还有肉，吃了这么久还有肉，是不是想跟我决斗啊？没有没有，你知道这个时候怎样？你里面欠面，这时候再来杯生啤，哇，我就住在这了。你真的吃完了、哦，真是一个可敬的对子，好饱哦。你是不是今天晚餐都省了？还有肉，好，好多、哦，好烦哦。然后这个呢是刚刚那个饼，那个饼我决定外带，就是我晚上还要工作，所以工作的时候我就给他带去当晚餐吃。阿波是饱到晚上都不用吃了，宵夜都不用吃。饭团鸡是饱到都忘记饭团长什么样子了。我们需要1000个像你这样的朋友，那你会养不活是不是？我想要3000个这个朋友，3000个阿波。阿波，给你的雨伞不要，哇，盘子哎。不是，你们自己看，看得到吧？雨又变大了，我在刚踏出电话了。转给我。顺便跟你们分享，这一种摄影机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下雨天呢，完全不怕相机会进水还是干嘛的。所以我会觉得，像我就会喜欢一台大的相机配一台像这一种小摄影机，因为下雨天的时候，我可能会比较倾向比较拿这一台出来录影。而且它，我还不确定哎，我记得它的收音是还蛮好的。看，一群无助的人们，小波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上车上车，请请请。看这伞放不进去是怎么了？哦，好啦，各位，我们原本预计还要踩水呢，时间一个问题，然后这个天气也是一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就要直接归翻。你能跟我说要走一起？没有，我们是直接回去了，我们要回去了，晚上还要工作，好不好？带我出去玩。你是还想要去哪里玩啊？我想要去高雄，有没有高雄的朋友跟我一起嗨？聊天室刷起来！没有，这不是直播，你白痴啊！不是直播，你白痴。耶！不是这个，连画面上都已经不知道在拍什么东西了，太雨太大了吧？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？哇，我还是觉得啦，你们不能把锅都怪在我头上，知道吗？这个雨绝对不是我害的，我只是想去基隆吃碗牛肉汤，怎么了？怎么了嘛？